是这个问题到你幸福的很淘气，树荫照到草地上面具，微风挂进青春的裙子里，陪你躺在最凉爽的天气，你的存在美好了年纪，操场的颜色是绿，暗恋的颜色青橘，这是哪班的学生？哎，怎么还拉手呢？给我松开！把学校当什么地方了？还敢早恋？来，我看看都是谁。啊？不是孙主任，我们在那个复习。你们这些早恋的学生被抓，都拿学习当借口，复习？复习什么呀？走到我办公室去，快点！快点啊！看你们怎么解释。现在知道害臊了，刚才牵手的时候不是很大胆吗？看看你们这些学生，一个个真是了得，学习不长心，满脑子里全都是早恋。孙主任，我们没有早恋，刚刚牵手是因为停电了。什么意思？怪学校了？怪我了？你是哪个班的？叫什么名字？高二一班，陆景年。你就是陆景年？哼，你就是那个刚来的转学生啊，才来多久就给我惹事儿。小安好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跟陆锦年有点事儿要说。我喜欢有什么话直说。我们梵蒂中学在全国都是排得上名次的学校，没有推荐名额是根本都进不来的，择校费呢也不低。像你这样的背景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的入学手续全都是按照学校规定办的，您如果对这个有异议，您可以去教导处查。陆善，陆几年，跟妈妈姓。这是我的隐私，与你无关。隐私？你的档案都在我的电脑里面。母亲6年前死于自杀，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说什么？果然是个没妈妈没教养的孩子。难怪你会这么没教养的说别人。你，锦年怎么了？与你无关。他在学校和佳木少爷走得很近，甚至还教佳木少爷游泳。他也配？孙主任，韩董事长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做了。这还不够，下个月校董会之前，如果你还没有把陆景年赶出梵蒂，那么在会议上的提议。陆景年，你休想再靠近我儿子。许年哥，求求你。许年哥，求你救救他。几
年需要亲属移植骨髓，我的血型不合，不能救他，我求求你了。好好好，走，快。你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用我儿子去救他儿子？不是，到底是不是人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人呢？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我儿子才五岁，求求你救救他，求求你，求求他！你儿子几岁关我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要种我儿子的骨髓呢？是年都早就甩了你，谁知道你这小孩是跟谁生的？太过分了！好了，你们太过分了！啊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江母，江母，宝贝，宝贝，他妈的宝贝，今天，江母，今天，儿子。儿子，手术很成功，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啊，好。儿子，儿子，跟妈妈回家，跟妈妈回家。玉山，给我滚，滚得远远。你永远不许靠近徐家半步，滚！陆景年。太过分了，以后都不要理你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只是有点错位，没什么大碍，轻点走没事。谢谢。还有啊，拿好我这个祖传的药剂，回去喷一喷，喷完了揉一揉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你们谁过来缴费啊？我来。好。不用了，我来吧。137。医生，是我的。你男朋友都给了，你回去好好休息就行。男朋友，那给你。没关系，不用了。学校去不成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嗯，谢谢你。走吧。忍着点儿。嗯。啊！你渴不渴？我去帮你倒杯水。
好休息吧，我先回去了。昨晚对不起。这可不像你的头发呀，啊，哼，陆几年，现在人证物证都在，我看你狡辩什么。反正我们没谈恋爱。哼，陆几年我都亲眼看见了，你狡辩也没有用。你早恋在先，顶撞老师在后，而且还目无班规校纪，我绝不会让你一颗老鼠屎毁了我们樊地的形象。我现在就要告诉你，校办已经决定了，我们要开除你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就开除乔安好，反正你们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给我承担后果。跟乔安好没关系，我走。我的脚好多了，谢谢。注意休息，按时按药。孙主任没再找你麻烦吧？新学校找到了吗？通报！哎呦，什么？陆几年同学因为严重违反校规，照规定予以开除。这么严重？哇，这么严重吗？这个？哎，同学，帮我跟老师请个假，我有点事儿。哥，哥，哥，嘘，你该不会因为我错失比赛了吧？行不行？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找教练解释。这个人长得还挺像锦年的。担心你的摄像机坏了。陆锦年要被学校开除。哥，你为什么会被学校开除啊？学校没出告示吗？我不信他们，我只信你。我没事儿，是因为和乔乔的绯闻吗？孙朝天这个欺软怕硬的东西，他一定是看你好欺负，要不然他怎么不敢动乔乔？要不这样，我们就开除乔安好，反正你们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给我承担后果。跟乔安好没关系，我走。
哥，真不接啊？让他好好养伤吧。怎么都不接电话？哎呀，小姐，您要什么我去拿，你可千万好好休息，别再伤到脚了。不是，我要去找陆徐家木。哎，咱们可以让家木少爷来家里啊，你伤成这样怎么出去啊？可是我给他打电话了，他不接。那怎么办呢？孙姨，能不能把你的电话借我一下？我手机没电了。啊，可以。嗯，你回房间打吧，谢谢，我扶你上去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上去就行了。您收拾吧，慢点儿。好。哎，那你怎么办？转学？我已经查了第二中学，他们在招收插班生，我已经联系好了。快，也许是通知来了。喂，陆锦年，那个。你的事情我听说了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还会有转机的，我去帮你跟孙主任解释。乔乔，这事儿你别管了，我会解决的。你好好休息，按时吃药。喂，朝天呢？啊，校长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之前开出的陆锦年居然拿了世界奥赛的第一名。我想了，这是个好苗头啊！你把他开除有点可惜呀。这样，取消开除，记过一次给予警告。这样的人才你要留住啊！啊，行，校长，那我这就去办。喂，陆锦年，你不用退学了，明天继续上学吧。什么？让我回梵蒂？啊。太好了，哥。太太，这是个意外，事关梵蒂的名誉，哪个学校也不愿意把名誉往外推啊。就算这次让他侥幸回来，哼。没关系，以后我多的是机会让他滚出去。单纯绯闻是不够的，再去加点料，把他的身世给我爆出去。就算留下来了，也别让他好过。是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孙主任已经收回开除陆锦年的通告了，明天他还得接受采访呢。那太好了。不过孙主任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，非要我哥当着全校的面做检讨，5000个字也是够狠的。那总比开除的好。那倒也是。乔乔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跟锦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我听到刚才你管他叫哥。啊，表哥。但在我眼里啊，就是亲哥。嗯，乔乔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我走了。嗯。本周各班级的情况，我就先说到这里。下面我想说一下，最近学校里的不胜之风——早恋问题。从医学角度上来讲，你们身心还不够成熟，会影响你们的生活学习，希望大家引以为戒，不要放纵自己。陆锦年，上来做检讨。这严肃啊，这陆锦年吗？这就是这就是早恋的好了吧。我陆锦年跟乔安好同学，除了同学关系以外没有别的关系。啊，这是什么？
原来他只是把我当成普通同学。我看你跟陆景年配得很，赶紧在一起，别耽误我和许佳木。我跟陆景年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。看来他是真的喜欢佳木。好好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今年我的心在流血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，别闹啊！大家听我说，大家听我说，下周咱们学校校庆，每个班要出一个人参加话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要英语好的，有没有毛遂自荐的？有没有毛遂自荐的？陆锦年，咱班就你英语最好，你去吧。没兴趣。陆锦年同学，你有没有点班级荣誉感？做人不能这么自私啊！喂，什么就叫自私啊？你硬把活塞给人家做，你就叫不自私？你自己怎么不去啊？不是，我这不是英语不好吗？我对上台不感兴趣。哥，我对上台感兴趣，要不你教我吧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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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么办。那你们放学的时候记得去礼堂排练啊。OK， 加油。让我去演话剧。班花加英语 number two， 你不去谁去啊？哎，还有什么角色吗？我愿意去。人家这是话剧，又不是动物世界。张扬不是英语课代表吗？让他去呗。一般出的许佳木，咱们班得出个女演员啊。哎，班长，我去。就你，混混英语倒数几名，可别给咱班丢脸抹黑。那就我去吧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真愿意去啊！那到时候我给你化妆。My only love, strength from my only hate. Too early seen, unknown, unknown too late. Prodigious burst of love, it is to me that I must love a lost enemy. 乔乔。原来你就是我的朱丽叶啊。你们班出两个同学吗？按照帅气程度，这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肯定非我莫属啊。景年是负责帮我练台词，你也知道我的口语水平没戏。开工吧，乔乔。If I profane with my unworthiest, and this holy shrine, the genuine is this. 他跟佳木真的很般配，我还是默默地祝福他们吧。老乔从国外回来，你跟他约了吗？他现在手上攒了一堆公司的事情要处理，晚几天吧。他接下了一个东城的商业开发项目，前景不错。这周末你约他打局高尔夫，聊聊看。咱们关系那么近，有赚钱的生意要带着你啊。这个，把乔乔送回去了。乔乔我已经送回去了，爸妈，我先上楼了。
啊。和乔乔是不是挺合适的？嗯。你也早点休息吧。乔乔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乔乔，这两件衣服怎么样？喂，这衣服可是我托了关系才从李大师那里手工定制的，你俩就这反应？不错，赶紧去试试吧。现在就要试啊？对啊，快去吧，先让我和锦年饱饱眼福。哥，今晚我去你家住吧，我要打工，那我想你肯定缺个帮手，我去帮你吧。乔乔，这果然是量身定制，绝对秒杀什么四小花旦。你这一登场，造型上就赢了。我看晚会结束，你就要成校园明星了，是吧，哥？成了，乔乔，你这上完妆还真好看的，仅次于我。哎，我觉得呀，80%的功劳是因为我的手艺好。怎么了？紧张啦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不用紧张。紧张什么呀？你就把台下那些人当成是那个什么大萝卜、大青菜，对吧？哎，哎，这，准备好了吗？快到我们了。演不了了。怎么回事？肯定是林芊芊干的。之前就是她在这里帮舞蹈演员化妆来着。我说吧，她怎么可能这么好心呢？你赶紧去找佳木，让他跟主办方说一下，把节目调到最后一个。衣服的事情我来处理。好。这，我有办法，跟我走。
先拿这个顶一下吧，总好过没有。有没有人啊？我演出要迟到了。去一楼。我这赶紧去一楼。有没有人啊？这乔安好还想跟你演情侣啊，他门也没有，窗户也没有。钱钱林钱钱，而老也是我的期待。